Louis Vuitton 新系列滚轮行李箱，由工业设计大师 Mark Newson 操刀，专为21世纪的旅人所开发。他说，我一向有把所有东西装进袋子里的倾向，这也是为何我会设计出一个能装进各种大小盒子的完美行李箱。外壳的进化是这次的设计核心，增加了硬度和强度的新 PP 材质，制作出超薄超轻、弹性佳且耐摔的箱壳。经典的帆布材质也在完全不破坏原有设计下减轻了几乎50%的重量。